平安应该是对这个两百十页，新版是207，多查高页安尼哈，恁家己先吹起来。因为这品叫做受记品，受记品就是这个佛陀第一个。把这个大伽摄受记作佛，大伽摄受记作佛呢，伊叫做光明如来，哦，这已经甲肯定落啊。那么第二位，就是把这个须菩提受记作佛，佛名叫做明相如来。哦，这是头前这个受记品，头前面所讲过的这个内容。那么来延安者，就是重宣此义，等于甲师父第肯定了，搁再重新佛陀，搁再讲一遍安尼。啊，迄、那个你是世尊欲重宣此义。二说纪言，诸比丘众，今过逆定，皆当一心听我所说。我大地主须菩提，当得作佛，何为名相？当将无数万亿诸佛，随佛所行，渐具大德。最好先得32相，端正殊妙，犹如宝山。其佛国土严净第一，众生见者无不爱傲。佛如其中度无量众，其佛法中道诸菩萨，色界离根，转不退轮。彼国常以菩萨庄严，诸生文章不可称数，皆得三明具六神通，自不解脱。有大威德其佛说法，现无无量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诸天人民所如行沙，皆降合掌听受佛语。当佛其佛当修12小劫，正法住世20小劫，上法业住20小劫。初上哈，即马即个段文经文到这，那么真内容哈，咱即马有那个在大概理解一下都好，因为即个头前有解甲真详细过啊，哈。因为是重宣处理的嘛，是定搁在宣布，宣布搁在肯定大伽摄的，还没肯定师菩提。伊即马计讲叫一句在做海出家人，就是叫一句男众的出家僧叫做 BQ 安尼。啊，那是女众就是 BQ 呢，所以已经跟他称 BQ 呢 ，BQ 众。世尊讲，我搁在甲恁讲安尼。搁再甲您讲，您一心注意听呢，一心注意听讲，我的大地主师父地，因为十大地主中师父地是解空第一，哦，这个金刚经我都已经有整理出来，迄、那个内容大概有讲到。那么伊讲师父地当地作佛，应该爱做佛啦，有迄个水准，哦。伊将来做佛叫做明相，明相是伊个佛号，叫做明相如来安尼，也是讲明相佛。那就咱世尊叫做释迦牟尼佛，我那是称释迦如来，这拢可以讲。啊，释迦佛的你诶囡仔名叫做释达多哈，因为这个释是因的姓。啊，即卖这个师父地叫做明相如来。但是伊未来会供养无数万亿，而且个福德供养一切福德，叫供养万亿的福德呢。
那么这种种万劫的佛咯，伊的行持，拢总对佛陀安尼，佛陀安怎修，伊就安怎修安尼。好、哦，就是讲，应该每一尊佛咯，每一尊佛拢修行，拢是彼此相闻，好、哦、度无量无数的众生，所以头前者有讲伊供养无量无数万亿的诸佛安尼。但是应该这供养无数无量的诸佛吼，合该有哪有供养着未来佛？啊，那供养未来佛，譬如讲说法，引导众生而成佛，安尼有哪叫做供养佛？供养未来佛，引导众生会当成佛。吼、哦，所以算起来我有甲恁讲过，诸位，你就是我供养的对象安尼，安了解吼，所以会当肯定。啊，各位未来佛安尼，哈、哦，可以肯定安尼讲，这里是包括供养在内，啊，了解哈、哦。但是这个随佛所用，就讲彼地相闻的意思。哦，啊，渐枯大道，这个大道是古教这个真理，这个意思是安尼哈，古教一切真理，这个叫做渐枯大道哈，大道就叫真理。迄、那个宇宙间的这个空性啊，吼、哦，这个物件呢，那么这个最后伊的身躯有哪得到三十二相安尼？因为这个身躯得到三十二相吼，每一尊佛拢有肖像，无迄个大小的。今天咱注意一下，诸佛拢有三十二相，有八十种随缘好安尼。吼、哦，这个就是智的报身、报体、报身。吼、哦，那么这个伊的外相。这个端正寺庙哈，那么搁在犹如宝山咯，就讲伊的形象亲像宝山，安尼大家照讲起来是金四寺的意思。迄、那个外像是金四寺，应该每一尊佛拢总是金身安尼。所以这个佛尊，比咱世间较雕塑的，拢总一定爱按金箔啊，按金啊。哦，每一尊佛拢安尼，应该每一尊佛的外相拢是金色，所以今来咧较讲，迄、那个个亲像宝山，金的宝山安尼。哈、哦，那么这个名相如来的国土庄严清净第一安尼，迄、那个严净就讲庄严清净，但是众生看到无一个无欢喜的，迄、那个叫做爱傲安尼，傲就是欢喜的意思。哦、但是佛在那个中间、啊、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以这个国土里、哦、这个国土里面当时现实现最后心，最后心的这个菩萨成就最后的愿心，那个国土中有度无量众，无量众有度足多，但是佛法中他、哦、当时实现给度众生，他的国土中，因为他的国土头前都讲到哈，迄个见名有报，啊，讲名报声，哈、哦，迄个头前迄段都讲到。那么，即个伊的国土中，这个真好，有真济菩萨，拢讲是离根基的，哈、哦。但是每一位，就是拢讲专不推论，专不推论就讲说大乘法安尼。哦，因为法轮相转是个说法，度众生叫做法轮相转。但是伊在菩萨，讲伊国土中个在菩萨，拢总离根基，拢相转不退论。对、就是、教众生如何修学，迄、那个唔是人天性，应该修学拢总是修迄个素性，迄、那个素性体以上啦，就讲十二缘起法。啊，三十七道品加六波罗蜜，吼、哦，伊个讲的经拢个经在算起来吼、哦，就是完啊完在去讲迄个个，迄、那个阿比伯提迄个不退转法安尼，吼、哦，阿比伯提就是不退转，但是伊个国土呢，吼、哦，比国相依菩萨庄严，虽然有殊胜，比如讲罗汉、辟支、菩萨。不过伊个国土内底菩萨较济，吼、哦，
菩萨量较济安尼，但是诸声闻众嘛不可称计哦。吼、哦，但是这个声闻众甲菩萨拢都得到三遍，啊个六神通安尼，这个头前拢有甲注意讲过啊吼、哦。那么这个自八戒团，自八戒团呢，注意这个我进前有提出两条，就是咱当前一定要注意的，第一条甲第二条。我有写过伫乌邦啊，我今即马搁在念一个。譬如讲，咱注意第一个问题，吼、哦，当然即个第一个问题，咱来注意甲第二个问题。所以伫八条中间，我提出两条安尼。第一，如果咱注意修行人内心啊，佮有即个贪色，即、這个色是男女性哈，男女性的即个想念会贪，但是为着要度即个贪。啊，咱今麦都要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个歌，这个人死去了后的这个相，哦，这个相要注意，讲死去了，这个人是变作乌奶色的，哦，八不净。啊，那无呢，来就变老汤啦、面黄啦、老汤啦，啊，就臭啦，就生虫，哦，那个不净观，一定要注意这点。当然，这个咱也是看过死人，也是讲去教死啦，吼、哦，也是讲吊刀死的，只啊吐吐，迄种个真无好看的这面相，所以予咱拄着这个贪食之相安尼，哦，这个成绩就干脆讲安尼叫做啥？过名解脱。你若无色相，无这个女色、男色的这个想法，而这个贪着、淫欲的贪着，安尼较容易解脱。那么第二条，譬如讲你已经无识贪吗？唔过爱坚牢，啊坚牢讲这个心未使变，这个心未使变的，所以你有那个看外相，吼、哦。譬如讲人死去，你去看一下，无什么要紧，安、啊、了解吼、哦？去看一下不要紧，看这个人死去，看状况啦，啊烧水了啦，放伫冷冻观察啦，啊这个面拢摸落啦。哦，迄种个情形，搁再死去、烂去、臭去，火烧成骨头啦。安尼，这种个情形你甲看，安尼你着这个贪心无那袂起起来。这是第二条问题，所以贪若无起，安尼这个较会解脱。如果众生有这个色的贪，伫楞严经观别内底着去佛陀去交代，因为一旦到有色，啊，甲这个淫爱、夫妻淫爱。啊，甲这个淫欲的处所，伫迄个楞严经的观别，就讲一旦靠淫欲甲色贪的话啦吼，就可能你袂当无轮回生死安尼。你就袂当讲无轮回生死，所以这个迄个楞严经的这个观别来，就讲咱袂使到处流行，那是到处流行的话啦吼，可能生死也不断。哦、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条，八戒陀的第一条跟第二条，注意断除男女欲，一定要安尼，较紧断。哦，因为这个色贪吼、哦、是生死轮回的主要因素安尼，这点要足慎重的哈、哦。这个在八戒陀的其中两条我有写出来，这是当前咱注意的应该修的这种紧要的代志安尼，哦，大家注意一下。但是伊卡讲，伊即马去讲，在啥文章有三明四谛，拢讲达到自在八戒脱中。但是每一个，譬如讲这个啥文章菩萨行，拢有大威德安尼。迄大威德讲伊的德真大，啊有那真威仪，哦，迄、那个外相真威仪。但是要甲注意讲一个，修行合法的人，也是内色有清净，现出来外相都威德相。啊，那是这个内的阿赖也是无清净的话啊，可能外露的这个面相都无介好看呢。因为心先发生，应该大家知道，你的内心那是有清净，外相都清净；你的内心那是污染，外相都无介好看，吼、哦，都无迄个威德相。所以学佛的人会记住，结果这个人有威德无威德，注意伊有清净无清净。可以看伊个外相，多多少少有哪几分啊？吼、哦，这点注意一下。但是这个呢，伊卡讲这个名相如来嘅说法，吼、哦，名相如来嘅说法咯，
拢有现无量神通变化呢？因为这个问题是随众生机，不得已无神通变化袂使呢。哦，咱佛陀嘛把神通变化，这属实的代志啊。那么来看讲，伊的神通变化是不可思议，和这个文化的众生想袂出来，这个叫做不可思议。讲嘛讲无安尼，迄语就是言说，思就是想，想无讲无的意思。但是伊的国土内底人天人民，哈、哦。这个天就是应该是有那有三界的款，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拢有，伊个国土那安尼，有那有百姓，但是数量亲像恒河沙遐济安尼。哦，不过呢，伊这个国土的众生哦，看到这个个名相如来的说法，大家拢总合掌安尼，听受佛陀说法的这个福气安尼。不过咱的国土都无法度安尼，吼、哦，咱这个个南疆部洲佛陀时现的人间内底呢，一年都无生就得顺啦，吼、哦，比如讲夏威国，诶，这个个人民，拢总有三分七见到佛陀，有三分七听到讲有一尊佛陀，但是三分七都拢总唔知影，但是当时佛陀优化印度。周边所有国土，唔过有那足济无人看到，迄就是因缘无顺，就是无去看到。亲像深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呢，要叫众生皈依，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哈、哦，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啊，就是讲皈依后，听请伊听经闻法，嘛是无一定肯。所以听经闻法的众生，这因缘啊无顺。伊嘛无听，唔听听呢，吼、哦，唔听听呢，当然伊修法就未健康，有诶，就根本无要修法。皈依了后结一个缘，伊就无要想要修行。但是有诶想要修行，伊搁再行对外道去，修唔到，甚至伫咱即个佛教内底里，伊搁再未当闻到大乘，因为大乘确实佛法的原意安尼。这个像即马去讲叫做原味、原味，是大乘法开始原味。啊，不过即马吼，想过方便，啊，透到都无味安尼，安怎样吼？已经无味啊。目前是安尼讲，譬如讲一杯牛奶，啊，你个头透到水一直头透到都薄伊，有迄个色地，不过无牛奶味安尼。即马佛法已经变这种情形啊。吼，啊，就看个人的因缘。你安怎又得到佛力的一生？当然，这个要看修佛的众生也福分。好、哦，会当听到大乘法，这个是真真正正大福报，这是事实的代志。好、哦，迄、那个才是真真正正成就佛德的法义，叫做大乘法。要注意这点。但是现在又再讲一遍，讲这个叫名相佛。的寿数多十二小劫，安怎样吼？但是伊涅槃了后，正法自世二十小劫，相法自世那二十小劫，这个情形吼，拄啊计讲过，就讲咱像咱世尊，伫这个娑婆世界出世迄个时间，咱世尊的寿数八十岁安尼。但是世尊的寿数八十岁，因为这个时间拄啊，当时人寿一百岁的时阵，吼、哦，这伊已经我主讲过啊。那么一百岁时阵，世尊实现到八十岁安尼了。但是伊涅槃了，正法一千当，啊，这个个相法一千当，啊，末法一万当，吼、哦，啊，当即马这个名相如来，伊的寿数十二小劫。啊，正法自世二十小劫，啊，相法自世二十小劫，安尼等于话啥？等于成住坏空两中劫半呢？哈、哦，因为一个中劫是二十小劫嘛，安怎样哈？啊，所以伊家就定一个两中劫去，正法自世两中劫，相法自世两中劫，但是这个个寿命，迄、那个个十二小劫，安尼。哦，安尼甲世尊一个中宣，甲在比丘众讲出娑婆地
的实际当时的这个未来的情形安尼。好、哦，啊，其实诸菩提即处重新成佛的叫做名相如来，因为伊就是东方一个国土的清凉道佛来帮助世尊呢，所以他搁再来降落来做罗汉级安尼。好、哦，这都《地经》这本《金刚经》的解释内底，我有提出资料都讲过啊。接下来要甲第三位，哈、哦。受记啊！第三位的大卡真言，所以经典较讲安尼：逆时世尊佛告诸比丘众，我今于你是大卡真言，吾当来世以诸穷苦供养弘誓八千亿佛，哈、哦！恭敬尊重诸佛灭后。国起他名，歌千游顺，唱讲正定五百游顺，以金银琉璃积聚，玛瑙珍珠文贵，七宝合成，种花璎珞，多香蜜香，烧香金盖洞幡，以供也供养他名。各是以后东福供养两万一佛一佛如是供养是诸佛力古菩萨道。现在这段是给说世尊搁再把这个因为因四位罗汉级的、哦、当然看到把那个头前那位师兄弟啊受记了、哦、把那个舍利弗受记了啊！即马伊就心内加迄落在因四位嘛，即位就在第三位。伊讲大卡真言当来世时阵吼，伊供养、诸供养、苦供养、弘誓多八千亿佛安尼。那么八千亿佛啊，恭敬尊重，就是尊重一切佛的意思。会记着哈，但是这个尊重哈、哦，我今麦搁再讲一个，迄、那个后边还有一个，有一尊菩萨，有一尊菩萨哈、哦，伊对无论一个众生，伊拢总尊恭敬尊重安尼，对无论一个众生拢安尼。为什么伊会安尼？就是讲对一个真假的因啊，伊有那个跪拜啊个尊敬。哦、那么这个人问说你是一个摩诃萨、啊、你怎会对这个这么要尊恭敬尊重，他说因为因大家让我拜的这大家都总是将来的未来佛，所以我今天是摩诃萨是没不对，可是我未来、哦、因大家都会成佛，所以这位菩萨叫做上不轻菩萨。上不轻菩萨的中间，对任何一个众生，伊都是真有礼貌，含伊亲近解拜安。因为伊家讲，因大家拢未来佛安尼。那么，这里上不轻菩萨的啥物人，就是现在咱本书释迦牟尼佛。好、哦，后壁有一段会讲到哈，所以注意我即马甲大家讲着，你若是要含未来在众生的结上这个好姻缘，我那应该对所有的众生。有那是尊重啊，甲恭敬，安尼才会含伊结一个未来真好这姻缘。也可能上不轻菩萨迄段时期，可以讲咱有可能受到伊甲咱恭敬过也不一定，甲咱尊重过也不一定，因为咱今仔会做伊的弟子，可能含伊这段亲缘已经应该有那有。所以我即马甲注意你见到厝边隔壁大大细细，你绝对袂使交慢心。因为因拢都是未来佛安的，吼、哦！你若会当个尊重，伊对你有一个好感，可能你将来就度伊会着。啊，你若无个尊重，你安尼无个礼貌的话吼，可能会因缘上较会出亏去，较未顺安尼，吼、哦！所以请大家有那注意这点。但嘛，伊有恭敬供养八千亿佛，甚至诸佛灭老哦。这个诸佛灭老是讲。
灭度后，就是已经已经过将近过八千亿佛了哈。灭度了后，伊拢家己建立是这个寺安尼，塔庙就建立寺。但是建立迄个寺外观呢，伊讲一清幽纯，安尼可能伊在过去在分吼，应该有闹伫他方的国土，伊去恭敬供养的。但是伊拢在祝福了盘了，伊拢甲起庙安尼，起庙吼，当然起庙，伊的重点就讲要互众生来朝拜吉莲，因为庙也是讲工程拢好，吼、哦。工程拢好，这个庙甲工程啊，该用佛尊的相比咧，众生自然会起敬来朝拜。啊，重要是有哪都是这个佛法的传播，这个是较重点。硬体的设备了，有哪要有人像走动，安尼比较较适当安尼。如果硬体建立起来了，当然有功德。唔过重要是佛法的传播，这点是精神的滋养是较要紧的。比如讲，今仔日无来时阵，有诶庙起甲遮，迄、那个佛寺起甲开甲遮侪钱，但是即个问题吼，还阁有一个问题存在。安怎讲呢？你开甲遮侪钱，有实际的作用有无？即点无那一个大问题，吼、哦，即、這个应该爱注意。如果无实际的作用，当然在众生有哪会当得福报，这是事实的。有实际的精神滋养、佛法灌输互海人有无？啊，无要创啊，要去遐创啊！吼、哦，恁要去遐创啥？我问恁，我管你着听话，要去创啥？吼、哦，真实际伫都市下当来落实佛法的，恁有诶都无要来听，恁要去到老者企业要创啥会安尼？吼、哦，这点就是有呐，塔庙的重点吼，有呐应该爱有实质，会传播如来正教，八万四千万，安尼较有作用。我无甲恁点一个，恁可能我那唔知啊。不得已，但是恁唔通甲想别人，哈、哦，恁绝对袂使想别人，哈、哦，这个是爱注意一点。但是即马伊当时甲这主别多去，他观清幽顺，强共正定拢总有五百幽顺，这个在当时，伊即落个大车前沿，伊做在工课。因为伊是已经供养八千一户过啊，所以伊这个起甲遮快，吼、哦，国企塔庙啦，这个国企塔庙唔是去讲干那一间哈，唔是去讲干那一间，会记真啦，各所在拢有起事，即个国企塔庙是去讲真济所在拢有起事的意思，但是伊的跨度起事的这个范围拢总有五百有损，唔是一间五百有损啊。卖看唔到去哈，一间五百，伊想要惊死人。安怎样都要去到天上去哈？哦，安尼唔开当。人间这个国土内底袂当安尼哈。五百有损，就讲伊起真的是要有众生去安尼。哈、哦，来哦，迄、那个佛寺内底，伊结果拢用金银琉璃基固，这个是七宝啦哈、哦。但七宝实在是气概真庄严，这是对。这是真庄严哈，但是伊真内底哈，都拄啊这个时阵的国土拢有在物件。那么当时伊都这个各大桥建人都安尼过去，所以过了后，伊讲建设这了后了哈，合计伊五百幽顺的中间起这块应该哈，拢真有作用哈。因伊要成分嘛，伊袂去做了偏差去，所以过了后，伊搁在供养两万亿佛。也好如是，照情形安尼。因为伊首先先供养八千一分，以后才供养两万一分，也好如是。所以供养诸佛了后，伊唔过伊阿个古作菩萨道，古菩萨道、哦，菩萨道的中间，伊应该若照即句后壁即句话甲讲起，伊即个庄严道场了，应该伊是有彼地相闻的一个作业，安尼应该无什么唔对，哦有彼地相闻的作业，应该伫这个庄严的道场吸引众生来到道场了后，啊，即物就开始说啦。哦，这个是较重要。小道场，咱虽然这道场真矮、真小，但是
五脏俱全，五脏俱全就讲，五脏俱全就讲，精也有，福报也有，法宝也有，安尼叫做五脏俱全。爱听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然重要是迄个法宝较重要，哈、哦，法宝较重点，恁爱注意这点。啊，这个讲暂时做，就不得已，无咱应该安尼要甲讲庄严，事实讲也无介庄严。啊，要甲讲无庄严嘛，是真庄严，因为咱拄仔会当安尼尔。当然道场啦，庄严是较吸引众生，唔过硬体设备未讲话，我甲恁讲安尼就知影。硬体设备未讲话，所以你个是对外国请什么物件当啊？对外国请什么大德大师来讲话，佫未通。绝对袂当讲请一个物件当来，啊，就即个会当净化咱这个世界。无啊，无净化，敢会未净化？因为迄未讲话，安怎个无？安尼变怎？啊，来个语言未通，啊，语言未通，安尼一阵风刮来了，大家到老这里有。我讲就等于有啦，到老这里都四五万人去，到底得到什么？未当讲请一位在的外国的这个有名声来到这，就会当天下改变，会当。改成消毒一切业障，会当放下，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那是一定爱好好语言会通来说话安尼，安尼应该是较健康安尼。因为心先发生，万法为心，万法为心。要安怎样说话，互众生净除这个业障，安尼也是，安尼这个大地才会显出净土出来。无讲去迎请一个物质的障碍，到大地会当变成净化。袂当安尼，因为无说法，袂当甲咱改造。即阵我讲应该恁来接受，哪会当改造？要改造啥？物件你甲负债多遐啦，要改造啥？好无？所以有哪都爱安尼，到处最好是三骹步一间咱的佛寺，啊，随在众生因缘，何在众生会当近近去听经？安尼应该是较健康，我安怎想都是安尼。因为中啊，一定爱去讲大乘出来，就是迄个法相的有，就是唯识。安怎样改造咱迄个蒙蔽安尼也是。迄点一定爱讲个彻底。啊，安怎样较来觉净诸法本空的这个道理？啊，叫大家一定爱牺牲发大心，吼、哦，安尼来呢，较会当来实际。予咱这个国土安静，因为心静，即国土现，这是必然的代志。啊，你看看也袂静啊，吼、哦，迄个恶啊，遮庄严，啊庄严要创啥？吼、哦，啊，这个物件对啥物人、啥物佛尊的哦，要创啥呢？对吼，要创啥？看看的，啊，回来了，原在五行五数要创啥？对吼，安尼一阵拢挂登去啊，又是安怎？原在天灾人祸不断，对吼，原在众生去作业，所以绝对袂使讲安尼，就是要请过来，就要净化人生，卖安尼想，有那都爱落实教育，用如来正教来安怎叫众生断除烦恼，净除着这个业障，唔通搁再作业。安尼，这个大地国土清净国土开显出来，合解我安尼讲，恁应该同意较对，吼、哦，安怎样吼？啊，无安尼，啊，我跟你讲啊，经过佛尊出世吼、哦，有那困难调理啊，我跟你讲，有那困难调理，了解无？佮弥勒佛出生也无人要，无人要改，没有人要改认定，我无骗你。哦，因为现在人太恶毒，太无迄个福气因缘，哦，这个要注意哈，这是先说讲的。但是下面这段，哈、哦，下这段唔得甲大家简言讲，当地作佛，哦，何愿念佛那提金刚如来，应将正遍地明现象，现世世间界。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基土平静，般若为地，宝树庄严，
奉黄金为神以解毒气，妙花福地周遍清净，更加欢喜，无数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道有天人诸圣闻声，及诸菩萨无量万亿，庄严机构佛修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上法亦住二十小劫。啊，这段咱个解一下，因为这个阎浮那提哈，这个阎浮那提是个指啥呢？这个阎就是个指咱这个南瞻部洲，安知影无？阎浮那提就个指咱这个南瞻部洲，但是先那叫做金刚，因为这个佛经内底有一个叫做阎浮那提金安尼。就是讲，咱这个国土内底的地下有足地金啊，安怎有金甲，有金沙呢？所以咱这个国土的金啊，在佛经内底记录叫做啥？叫做阎浮那提金安尼。是伊用这个国土的名，吼、哦，甲号，世尊甲讲，伊未来所成佛就是安尼。那照那个看起来，应该这几位吼、哦，拢是伫咱这个世间。咱这个南瞻部洲生活的，但是咱这个南瞻部洲当然是咱这个须弥山，而且须弥山多变，吼、哦，这个南瞻部洲嘛多变啦，因为这个是三界内底，吼、哦，所以多变。所以譬如讲现劫过，就是一个个，过去庄严劫，这么现劫，吼、哦，这么过来就个一个无同，所以这个是多变。啊，了解无？吼、哦，这个是多变，所以未来在这个世间，可再经过无量劫了，伊才会生活安尼。哦、那么这个呢，伊得到佛号，有那愿在含诸佛的十号当中，包括应将正遍地明现足，现世世间界，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免阁开啊，哈、哦，这个已经有解决了变卦啊。那么未来哦，这个个大伽真言所成佛这段期间，这个国土平静，哦，平阁正了哈。含咱弥勒菩萨未来出世的人间，这个国土毁了，就无这个基窟，无这个个深谷，也无这个关山，讲这个意思。但是是琉璃色的玻璃性，吼、哦，伊这个所在是讲玻璃嘛，啊，头前迄尊佛是计讲迄个个本来讲玻璃，啊，即阵迄个个头前迄尊明相如来，娑婆地所成，原来叫做玻璃。玻璃为地，哈、哦，即嘛，即个个，大伽真人所成佛的，原来是玻璃为地，七宝形象，哈、哦，非常庄严。啊，搁再来黄金为形，譬如讲这琉璃色的地嘛，哈、哦，都亲像东方琉璃光佛的土国土那呢。好、哦，恁啊读过《药师经》就知影。那么因为安呢，可用黄金。做迄个个斑马线，哦，这个黄金为成以七以盖道清嘛吼。比如讲，这个会使停车，未使停车，咱这是现实的国土是用擦画，用擦画啦吼。比如讲白线、黑线、实线，用擦画。啊，即嘛伊未来这个国土是黄金来铺的安尼，安怎样吼？但是个一世界拢有描画。在这个地界的鸟花福地就讲到处拢总是安尼啦，拢总是，敢那就讲真水，迄、那个花园安尼。好、哦，不过这个鸟花福地哦，正在这个后壁那边吼、哦，唔在对一个国土吼、哦，边啊拢总花，拢总一挂杂花安尼。哈、哦，拢总真侪花草安尼哈。搁、哦、再来哈，照片一世界拢真清气相，啊，好人看着都欢喜。下面就讲无数恶道，无数恶道，咱这个所在有数恶道，咱这个所在有地界、有恶鬼、有畜生、有阿修罗。不过未来，这个阎浮那提金刚如来的国土无地界，也无恶鬼，也无畜生，也无阿修罗，有善道的天人安尼，好、哦、等于有善道无恶道。啊，搁再来有真济声闻相，以及菩萨无量万亿。哦，你甲看，大多数拢总在所度众生拢菩萨安尼吼。
无量万亿阿赖庄严这个国土佛修十二小劫，我等于含什么人呢？含这个个娑婆地所成就的名相如来哈，名相如来佛修那十二小劫，但是这个个大卡真言所成就的阎浮那地金刚如来的佛修那十二小劫，正法住持二十小劫拢相像，相法住持那二十小劫，所以两尊佛的情形大概，因为伊的国土，哈、哦。伊个国土是迄个个头前讲过吼，迄、那个是玻璃为地，保修庄严，无住坑，无住丘坑，吼、哦。啊，即马伊即个所在山看起来，差不多完全一模一样。不过即个吼，假使拢讲伫咱即个国土身份吼，有前有后，有那有前有后。下面翻译个我大概讲个，因为即个阎浮那提吼，译作阎浮提。啊，咱这个南瞻部洲佛地佛法中，有哪叫做阎浮提？但是阎浮提内底有真侪金，所以咱这个国土改成南非那边啊，对一只开的拢有算着空，啊，加这个黄金安尼，好、哦，应该这个我改成看嘛，对唔对了吼？我改成看这种的技术是安尼，哈、哦，阎浮提中有一个有所在出金安尼，啊，更最寺庙。所以叫做阎浮那提金安尼，吼、哦，咱这国土吼，所以咱这国土金啊无量，安、啊、了解啊？后来显过来，吼、哦，显过来，即马就是要甲第四位大目犍连啦，吼、哦，即马这边哈，你是世尊欲重宣处义而说偈言，自比丘众皆一心听，吼、哦，如我所说，真实无异。是卡真言，当以种种妙好功夫供养诸佛，诸佛灭后起七宝塔，亦以花香供养舍利。具足何心得佛智慧，成定正觉，国土清净，度脱无量万亿众生，皆为十方之所供养。佛之光明无量性者，具何具佛何愿？阎浮金刚菩萨声闻，断一切有无量无数庄严机构。啊，即马即个就是重新宣告安尼。啊，伊即马个世尊佮在中宣头头前迄段受记，伊讲诸比丘众，恁大家注意听一下，一心听一下，亲像我所讲的头前所讲的，真实绝对无两样安尼，哈、哦，无异就讲无两样。教头前讲的安尼，伊讲这个剑，这个卡真言吼，因为用种种妙好的功夫供养诸佛安尼。啊，那安尼来甲讲吼，因为伊头前讲的哦，头前这段讲的是去讲伊，哈、哦，有供养过迄个个八千一分嘛。啊！但是用啥供养？所以我咧讲，伊用着真好诶物件，所以我正甲注意讲一下吼。咱众生佛陀有无量方便，互咱供花着供花嘛，供顶着供养，供顶供果着供果嘛。安、啊、听好无？咱注意一下。譬如讲，咱即马对咱诶本师释迦牟尼应供，还是对诸菩萨应供，还是讲对弥勒佛应该甲供？吼、哦，由因缘来。就供安，啊了解无？有因的就较供，哈、哦，多少供花也好，供灯也好，哈、哦，这个当然是咱累世的这种功德嘛，哈、哦，啊供这个道场，哈、哦，所以这个以及种种的这个妙好的供库，妙好的供库哈，那要甲讲诸佛尊应用的啦，哈，啊唔过佛尊皆用哈。是表示点的心意，应该不是讲用上好，但是用上好当然我才注意讲一个，譬如讲咱强哥吼，你若买物件来强哥，还是讲这个搁七月买五个强粉，还是讲你都有想到买一挂水果来强粉，还是讲你厝里买水果强粉安尼，你即马注意吼，唔免坐新品来强安尼，新品啊，安怎新品你知无？譬如讲这个物件拄好出来安尼，附近我有记录。
多物件多出来，啊，你要去讲安尼，安了解吼，啊，搁再一点哦，你要买果子去讲吼，你绝对袂使买迄个摆伫涂骹迄。比如讲，这个物件有啥？有这个分几级？比如讲，这个几级啊？咱好好物件，伊就摆伫顶悬，啊，若较普通，伊就摆下骹嘛。你最好卖摕下骹的物件，等下要讲出来呢。这点注意一下吼，我甲大家互相关心啦吼。啊，搁再一点。你物件客堂阿未摆好，绝对袂使，袂使先念开食。安、啊、了解无？袂使安尼整。啊，摆伫强道里，你绝对袂使讲囡仔去考，你干你一粒安尼。安、啊、了解无？啊，若是讲买葡萄，葡萄都拉米啊，你先捡起来。拉米啊，捡起来你慢些食。强了后，海物件拢客落来，阿个食安尼。无即种有过失啦吼，不敬。啊，你唔通讲，譬如讲法师去恁遐。啊！你这物件都拄啊好，已经食了啊，一半较袂强化输，安尼也袂使进。啊，注意哦，一定这物件新鲜强化输，啊、哦，爱注意。啊，迄、那个强过的盘你唔通含糊到空气用。啊，了解无？这点拢爱足注意的。这我伫北关大家拢捌甲恁提起过。好、哦，啊，绝对袂使强青米。青的物件，绝对袂使讲黄米啦、香菇，你用要来摆，不可以这样子。你都无要食，想要用来摆。我讲你有听有无？你敢有去剥香菇？敢有去剥黄米？无吧吼？所以你一定爱闻着色香香味，拢总煮好安尼，煮好较咧强。啊，绝对唔通讲迄个菜料内底有染着鱼腥迄个物件，你煮有感觉臭臭味，你搁去强安尼也唔对。这绝对袂使整。吼、哦，比如讲，这个人工的制品内底，迄绝对袂使强调。迄、那个制品内底有下着鱼浆，本来有臭臊味，迄绝对袂使。恁大家慎重一下哈，慎重一下。所以这个应该要有真好物件吼。但是煮好灭后，较去起七宝塔啦吼、哦，有那用香、用灰，吼、哦、灰啦、香啦，共用吼、哦。啊，恁若三不五时啊，你着去试下，着讲哦，这个香真香，无我买一束啊来供堂用安尼。这就强香啊嘛吼，啊了解无？吼、哦，啊你若三不五时都照给你准备花，啊你就能等啊入来了，你就甲拿一支啊甲强起来，吼、哦，因为强花的庄严啊，未来你庄严上会出来啊，这是实际的代志啊，强花必定庄严，啊你若强顶必定智慧开翻嘛，因为佛陀花报给你啊，啊你若是强饭菜，你绝对富，将来绝对富有啊，听好无？你都有通吃，你都想到福德。当然，你未来万一这个人间有各种这个兵荒马乱的这个问题产生在咱这个国土里，你绝对袂去欠亏到这个个本事。叫要个，啊！你今日降分，用这个本事降分，白日啦，你若出世在人间内底，我跟你讲，你的米粮吃不了，你知无？饭菜吃不了，哈、哦！这是将来富有自然都有这物件，迄、那个未来报道安尼啦，哈、哦！安了解无？啊，你若做工店，或者你着富有，有大厝大，迄个个啥物呢？迄个个，咱个个别墅啊，知影无？你住别墅通个住啊？我无骗你呐，因为恁种迄款的物件，都迄个发布出来嘛。安听无？你起一个工店出来咧，吼、哦，到户准啊，都要起工店买啥？你或者发布就是未来，你住迄个工店通个住，这是自然的代志哈。我甲恁讲个清楚了哈。国土清净，度脱无量万亿的众生，拢总是十方所供养，哈、哦。但是佛的功名无一位，因为伊是念菩提那金刚嘛。无量现就讲无另外一尊佛像遐讲的，哈、哦。但是伊佛号叫做念菩金刚。佮再来，声菩萨声闻，拢总断一切有。有是啥物呢？三有叫做三界，讲断一切烦恼啊。断三界诸烦恼，所以无量无数庄严，伊个国土就讲，伊个国土内底有无量无数，而且个菩萨啊、声闻啊，这意思是安尼。好，弥勒尊哦，好。